紧接着恭请中国驻英大使大使馆侨务参赞卢海田参赞请上台致辞。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Councillor Lu Haitian from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give a speech. 恭请卢参赞。尊敬的净空法师，尊敬的朱三明执行主席，各位侨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今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在这大地草木葱郁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我怀着万分敬畏和感激之心，荣幸应邀出席如此场面恢宏壮观、气氛庄严肃穆的祭祖大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对大典的顺利举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主办单位净空法师及他的各个机构，英国中华总商会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祭祖大典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文化，拜祭世界祖先。敬祖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苍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饮水定当思源，为人不能忘本。我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来祭奠我们的祖先，寻根业祖，除了强化我们与祖先的血脉相连，缅怀先祖恩德，感恩先祖教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也，我们更要面对历史的长河，肩负起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担当，传承祖德，弘扬文化，启迪后人。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而孝敬仁义更是被我誉为百行之首，立身之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士大夫遵循的人生宝典，寄托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而如今在中华大地，孝敬父母，尊师重教，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之风依然盛行，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成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经久不衰的精神内核。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正迈向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作为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在感到自豪与荣耀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这个民族大家庭增添光彩，贡献力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包容宽大、与人为善、热爱和平的民族。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中国与亚欧各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如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踊跃参与。在上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致辞时提出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应者云集，是因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闪烁着永不褪色的光芒，是因为它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事业，让人们看到了和平、合作、繁荣的前景，化解了对抗与仇恨的恶难。今天的大典是记住世界祖先，正是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论肤色、一律平等的实践诠释和生动起照。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引领着现代西方文明数百年，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金融制度、创意产业。因此这样的祭祖大典无疑有助于促进中英的文化交流互鉴，增进英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会得到越来越多英国侨胞和各族裔人士的认同、参与和支持。最后我要祝祭祖大典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幸福安康，愿我们生活的世界天下太平，让人间充满爱与温暖。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卢参赞的致辞，恭请贵宾回座。We'd like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to Councillor Lu Haitian for the inspiring speech. We'd now like to invite him back to his seat. 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东西方的结合有助于解决当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The renowned British historian Professor Tuenbi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hope for the world lies in the fus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is will help us to 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we're facing today.
这个正是与卢参赞刚才的致辞完全相应。And this is the same as what Councillor Lu has said earlier. 现在，让我们以最沉静的心，一起聆听我们最敬爱的、最慈祥的、我们的上进下空老法师为大众开示的影片。感谢大家。Now with a sincere and respectful heart, let us listen to the speech given by Venerable Master Jing Kong.